颖儿和他曾传出绯闻，如今十指相扣甜蜜逛街，这是要公开恋情了吗？近日颖儿和傅辛博十指相扣甜蜜逛街，疑似恋情正式曝光。近日颖儿和傅辛博十指相扣甜蜜逛街，疑似恋情正式曝光。两人曾经在综艺节目《如果爱》中非常暧昧，就像是热恋中的小情侣。靓男美女真的很般配哦。不过有的网友吐槽，难道两人不早就在一起了吗？这是不是炒作？不管怎么样，还是祝福他们吧。